我们好久都没出去玩了。哟，我是吧，还好我有招。瞧他妈的！要的就是这反应。这位女士您好，我是您2024年旅行计划的向导，上上。新的一年的计划已经为您准备好了，您是否需要听一听？那就勉强听一下吧。开始你的表演。好的。好的，女士，以下是您2024年的旅行规划，童叟无欺，希望您能满意。Ready go！ 八月咱们去新疆滑盆雪，不会滑老摔屁股墩也没事 ，SPA 大泡摊随后安排上。五一小长假的三亚冲，点上你最爱的奶茶，穿上妹妹的比基尼，躺在海边看一整本书，当然主打就是一个摆烂。十一黄金周呢，邀请您去重庆当辣妹，到时候我租辆商务车，我开车，您就坐在后排，咱俩幸福一下啊！接下来十二月呢？等一下，安排都挺不错的。2月1号到2月14号，他们大发疯上了一个冲榜赢大奖活动，咱就是说，不仅有五星级酒店，还有随心飞，努努力，咱们冲一个15日奢华北极游，跟北极熊合影去。等你快看一下微信，抖音搞大事情了，我们两个一起组队拿